关美玲女婿林子阳年纪轻轻就在民进党执政后官运亨通，跟随老师驻台代表童振源从政大研究生破格任命三等资裔秘书飞往泰国。但有网友爆料，其实在马政府时期也有驻美资裔。We'd like to visit Chairman. You just came back from Taipei, and we miss you very much. 亮眼外形，一口流利英语，替金溥聪访美之旅精准翻译。前教育部长郑瑞成独生女郑丽芝在驻美代表处担任三等。资历由当地聘任，学历大有来头。台大政治系毕业，攻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所，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过一年交换生，精通英文、日文、西班牙三国语言。对比管碧玲女婿林子阳，驻台代表三等资历秘书，国内聘任之后跟随老师童振源到泰国政大国法所博士生，但到底懂不懂泰语仍有疑义。一般都是对当地政情很熟悉啊。当地语文非常好，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个用到它的长处啊，在当地你随便什么机要弄进来，怎么就出去当外交官？那你这个外交特使取消算了吧，不需要嘛？啊，阿妈婆这个你亲朋好友都可以去当外交官。网友很酸，颜色对了就没事，也有人干脆把标准降到最低，我没有要求太多，会讲泰文就够了。会不会紧张啊？还好啦，对啊，已经翻很多次了。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如何？我觉得今天表现很好。同样是资裔，郑丽芝浑身散发自信，反观林子阳被网友酸靠台湾价值，跟着童振源一起飞往泰国。记者郑宗、魏文轩台北报道。